中华英雄，中华英雄，中华英雄，中华英雄。
Oh!
十四号邱志纯。好了，今天有一个讲师要现在电话起话，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祝 We Are in Taiwan。来，好，双手放胸前，准备好。
主到正堂事往。党的火在黄正堂，黄正堂，黄正堂，正堂是黄。
两人出局之后，这个上场打击的。13号，陈佑基。
cosplay， 我们送的三只老大糕，就是来一起来送到我们的大衣服来跟他互动一下哦。楼上还有。就请你们一路保护好自己。
没有了，对不对？好，来帮小黑加油一下。好，吴俊伟加油，一起来，吴俊伟加油，吴俊伟加油，兄弟小黑吴俊伟加油。首先大家看到的是第135号潘杰凯。好，大家起好，跟着音乐来给潘杰凯加油，一起来。
Oh!
这个战胜鬼明星赛就是这么热闹，所以等一下大家答应我，我把麦克风给林湘之后，等一下大家都要一起大喊臭马杰森，好不好？好，跟臭马杰森一人选一首来吧，马杰森唱。
的颁奖仪式，也请大家稍待片刻。另外，在白金特区，还有我们跟我们音乐团的集权会，也先请白金特区的朋友先别离开哦。现在看到在我们左手胸，准备要来感谢所有现场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不要吝啬你双手，你的掌声，还有你的呐喊声，是不是要邀请大家将所有的掌声送给每一位我们的台湾英雄中职明星？掌声鼓励！
过来，好来，我来跟安可今天的 MVP 一起的来庆祝。我先问一下，阿平哥在哪里啊？统一通常怎么庆祝？小梦。我们一起往中间靠拢，好不好？来，女孩们，我们一起往中间靠拢。